羽球、印度以紫心度好悲情近年大赛都是亚军命。目前女单世界第三的印度裔紫心度 PUICRILOEVICNDHU 在200118世界羽球锦标赛不敌西班牙前球后马林 CROLINVIMARAN， 近年大赛似乎都是亚军命，包含200116里约奥运连两年世锦赛都是第二名。马林认为决赛似乎让心都感到紧张。2016年的里约奥运女单金牌战，心都就是输给马林，饮恨夺银。去年的世锦赛，心都不敌日本女将奥原希望，拿到亚军。今年她则是败给马林，连二届打进决赛，都无法夺金。此外，今年的印度羽球公开赛、泰国羽球公开赛、大英国协运动会羽球比赛单打都是亚军，去年的年终赛也是亚军。心都表示，很显然下次我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成为世界冠军，并不是说我没有做好准备，每个人来到像世锦赛的大赛都做好准备，我深信自己有一天能在世锦赛夺金。我不知道他为何无法在大赛中夺金，马林表示，当你打进决赛时，你会感到紧张，或许心度应该试着控制他。他说自己和心度是好朋友，我们可能不会在巡回赛时一起出外购物或分享秘密，但为了和我认识的人打得好，我也必须做好准备。马林在世锦赛夺得三冠，女单史上第一人，她坦言自己没想到会赢得冠军。当我来到南京参加世锦赛时，我只想尽力而为，在球场上找到好感觉。马林认为成为第一位赢得三座世锦赛的女单选手意义重大，我很开心且自豪。